冠军队明显的抓紧了节奏。好，奥尼尔，奥尼尔，哎，哦，红棉号头球进了，漂亮的配合，包头头，出手。今天我们的优胜者就是我们的终结者队。前前。 你知道奥尼尔的冠军戒指我戴在哪只手上比较好看？你这得意从哪来的呀？你整场比赛没得几分，还不是靠咱们的队友吗？这你就不懂了。要不是我逗人家开心，咱们能赢这场比赛吗？呵呵，你这招一次管用，你还用两次啊？你以为我就会这一招啊？你太小看我了，大哥，你想想啊。 上次大鲨鱼他根本就没使出100%的实力，这次他赌上了总冠军戒指了，我觉得呀，他肯定要弄真格。不要怕，篮球这个项目我可是赢了2回的，如果奥尼尔非要给我这个冠军戒指，我也不在意。行了行了，别嘚瑟了，咱们赶紧准备训练吧。vivo X86 伴我号召兄弟团，已经成功连线。Yeah，it's been a ride. Yes, I have to go to that place. Take a stand. 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今天晚上总冠军戒指要得到。奥尼尔他也是给他打急了，把这戒指都赌出来了。其实我对那个戒指也还好，总冠军戒指，对我家里也挺多的，摆着好几个一排，对，而且上面那钻都是那么大的。说的是拍戏，下面。下部戏。上一场这个比赛看出来，他们现在真的是有一定的实力啊。 小猴子的这个中投有点无解啊！哎呀，就是没想到，今天后卫的比赛他就交给我了，让他们发个金牌高兴一下。<笑>我们这一次呢，团队的默契跟感情越来越好，这一次的冠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一定要拿下，为了总冠军戒指，有信心吗？有信心 ，Let's go，加油！ 中播出的来吧冠军第9季节目中，亮队长、倩队长召集郑恺、袁弘、唐志忠、侯明昊、丁川五员大将。如此大阵仗，只为迎战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与中国男篮队长刘伟 ，CBA 最佳组织后卫刘晓宇组成的强大篮球军团。哇！我觉得好像金刚啊，我觉得好渺小。 这场7对3的篮球对战，冠军队3人依靠异常凶猛的实力，给了终结者队当头一棒。你别这样盯着我看，我害怕。啊！这个巨难，往旁边，往旁边，往上抛，往上抛。赢取制胜锦囊的锦囊争夺赛也变得异常艰难。为了阻止终结者队拿到锦囊，奥尼尔。 可是比贾乃亮还要拼。好。飞子投球，玩体操。冠军队强势狙击，终结者队自然颗粒无收。冠军队现在呢，理论上是拿走了所有的锦囊。
Let's go Sharks! Let's go Sharks! You wanna end your baby's temple number? Yes. I have that. 终结者队，迈有求龙得到了这样一个金囊。接下来正式比赛开始。正式比赛到处充满意外和惊喜。倩倩驾驶篮筐非常的游刃有余。暴走的宋茜，行走的篮筐，不仅是奥尼尔追逐的目标，也是他追求的对象。哎，你快跑！别笑了，快跑！他想收买我这个筐。我们要用表情上，知道有没有维持？两罚，两罚。乘风而上，终结者队强力配合，不断冲击冠军，持续追赶比分。追平了。场上局面非常非常的紧张。如果我们终结者队再拿下一球，他们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凭借终结者队的默契配合以及侯明昊的突出表现，终结者队最终逆袭夺冠，获胜。功夫篮球棒棒棒！但是久经沙场的冠军队并没有就此服输。 I have a challenge for the champs. If you guys win next week, I'll give you championship ring. 下周谁赢了谁拿走。奥尼尔赌上荣誉的世纪大战现在开战。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观看节目完整内容。欢迎收看 VIVO 来吧冠军，有请节目总裁何炅。公不公平看我心情，超越自己，来吧冠军。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VIVO 来吧冠军。接下来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可爱的四位仲裁助理，他们是黄俊杰、王倩、欧阳江、梁静涛，以及在观众席上我们最可爱的小 B。 上个星期在这个赛场上，我们的终结者队凭借他们的团结、他们的实力以及我们大规则的保护和一点点的运气，在这里战胜了我们的冠军队。随即奥尼尔就提出拿他的 NBA 的冠军戒指作为赌注，邀请我们的终结者队本周再战。而终结者队并没有见好就收，他们开心地应战了。所以今天我们对战达成，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的 VIVO 来吧冠军的再一次点燃的篮球场上，到底两队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比拼？欢迎我们的终结者队和冠军队。仲裁最坏的是什么？不喊停。我们的工作是花园，让他们跳一期。好，再给我们观众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冠军队的三位成员，我们的刘晓宇、刘伟以及我们的夏克拉奥尼尔。好，那当然终结者队大家很熟悉了，我们的亮队长、我们的宋茜茜队长，还有大家喜欢的袁弘、郑凯、唐志忠、丁川以及侯明昊。这一次我们的冠军队明显的对你们有了一些认真的对待的感觉。
但是倩倩你要小心，因为奥尼尔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他现在不喜欢 Angelababy 了，他现在喜欢你，然后问你要不要嫁他。目标转移了，你眼神好认真呢。Diamond, engagement ring. 你们输拿出戒指，我们输我们拿出送线。为什么是我 ？I got it. I got a big ring. Yes, I got the ring. Where's the ring? 真的去要戒指，好认真的哈，他好认真，好认真。好，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展示了，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冠军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升起我们今天的三部 vivo X Play 六手机，看看我们今天的三个技能。每一部 vivo X Play 六手机里面呢会有一个锦囊，我们冠军队赢了会灭掉一个锦囊，我们终结者队赢了的话会拿到一个锦囊。那我们这个时候想问一下我们的奥尼尔，对于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 We are gonna win.我们会赢，淡淡的一句。在第一期你们也这么说，你们会赢，但是还是被我们赢了。That's because I let you win, but today we're gonna win. No way, no way. 我们这次会拿戒指走的。直接赛场上见吧，进入我们第一个锦囊争夺赛。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锦囊争夺赛，是我们的移动投篮大赛。移动投篮赛，比赛双方需各派一人参加，参赛队员需站在传送带上向逐渐升高的篮筐投篮，投进球时得分为距离分与高度分的累加，累计得分高者胜出。比赛为三局两胜制，冠军队每轮六次投篮机会，终结者队八次机会。 Only six. 对，六个。 Ten shots. 只有六个。Six. Ten shots. 那就 Six. Ten shots. 他自己决定了十个。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有请我们的终结者队派出第一位队员。你们谁投得好？ Jason 哥先来吧。Jason 第一个，加油，准备开始。快快快快快投！他要到二十再投。好，第一个。好，这就不能再用了。第三颗。哇！好球，好球，好球！第五颗，哎，可惜。第七颗，最后一颗，最后一颗了。最后一颗，最后一颗了。哇哇！不错。唐志忠 Jason 拿到了100分。Here's the most important, 40s. The 40s is important. 下面我们冠军队派出的是大鲨鱼。我们放心了。预备 ，OK， 开始。变慢了，哎，可惜了。Shaq, no pressure。第四个，但他要进一个就惨了。好，哎，罚球永远是他的致命伤。最后一个。加油！
数是130分。他还想要。好，那现在祝贺我们的冠军队拿下一局。我们放心了，罚球永远是他的致命伤。好，接下来我们终结者队派出第二位，我们的小猴子。小猴子上，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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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小猴子好了吗 ？OK， 八个球，预备，开始，开始。第四个没进。第五个没进，第六个球没进，第七个球，哎，可惜了，第八个，最后一个稳点，有了有了，小猴子分出160分。好，冠军队派出的是刘伟。刘伟，非常好。对，就是前面不要投，到了30开始投，30那边到40开始投。现在是小猴子拿到160分，而刘伟要超过这个分数才能够拿下这一局的胜利。预备，开始。第一个 ，high score。刘伟，你吃了吗？最近你多大了？午饭吃的怎么样？刘伟，刘伟，第二个没进。刘伟，你是不是画眉毛了？刘伟长得好帅，这篮筐会动的。刘伟。第四个没进，这不是一般的篮筐，刘伟。第五个没进，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刘伟，你最后一个球了，最后一个球了。我赌了，赌了，赌了。哇！哇！干扰战，我们的垃圾化的策略是可以的。刘伟拿到40分，双方比分是1-1。那么如果终结者队这一次还能够获胜的话，就拿下了这一轮的锦囊争夺赛。我们派出的是谁？谁？好，丁川上，来，我们掌声给丁川。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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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川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好聪明啊！很聪明。哦，第四个了。别紧张，别紧张。哎，第五个没进。哎呀，可惜了。第六个，稳住再投。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哦哦，
太棒了！好球！厉害！冰川拿到220分。来，下面上场的是刘晓宇。好，来，准备。认真的到分数，你想多了，十，你想太多了，孩子。Yes， 这能得分就得分。哦，漂亮。Yes。第三个球，奔，漂亮！好，第四个球，奔，哎呀，可惜了，奔，好，最后一个，进不去了，加油！Bang bang！ 哇！哎呀，可惜。有！来，掌声给我们刘晓宇。刘晓宇拿到了160，终结者队获胜。去拿一个锦囊。哎，喂，你稍等啊，稍等一下，哎，马上了，哎，村里来人了，等会儿。Victoria， I love you。他说他爱你。对，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锦囊是灵魂互换，听起来非常的玄妙，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能告诉冠军队这个是怎么用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的锦囊争夺赛。进入到最后一个锦囊争夺赛，这一次是两个运动员之间的较量，一对一，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赛道，完成所有赛道里面的障碍，最后能够先完成的就获胜一局。我们是3局2胜。我把这个大概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从这边出发，先第一个球从这儿运过来，然后钻裆，然后跳过来，然后人从这儿过，球从这儿过，到了这儿之后把球扔上去，在这边接过来，接了之后哎绕过一个，通过这个障碍投篮，投不进没关系，进去继续投，一直到投完之后冲过来，从底下过，然后从中间过，然后有一个旋转篮筐，谁先投进去谁就赢了。哇，一气呵成，这个转速实在是太快了吧，这好难啊，我好佩服你们，我走一趟我都觉得好累。好，双方排兵布阵，现在我们的袁弘，袁弘，终结者队是袁弘，好，冠军队小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就不要客气，对我真的不用客气，发挥你的全部 ，OK？ 那个，亲一下，对，我会热情以待的。小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希望一会儿能看到你。什么？哎呦！俊杰和康康已经拿着他们的球在出发的地方等他们了，加油！两位运动员 ready go。
前为止双方基本上是平速。哇哇哇哇！好。哎，对。现在要投篮了，好球好球，哇哇，小雨好厉害，哇，这也转太快了吧，这篮筐。这好难啊！实现他的愿望，你最后是不是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他。问一下小雨，双方几乎是同时来到最后一个大关卡面前，但是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旋转的篮筐他一头就中了？这个是你设计的吗？我就是想跟我们的冠军说，除了技术之外，命也很重要。好。终结者队1-0，现在大鲨鱼不服气的已经 stand by 了。迎战他的将会是队长贾乃亮。给我发功，给我发功！我必须要说 ，Shark 也是一个敢于担当的男人，因为事实上冠军现在是一个赛点，输了这一局，终结者队将拿下这个锦囊。我永远会记住亮亮抬着头耍狠的样子，样式的。好，我们稍微退一点，退一点，给大鲨鱼一点空间啊。Ready Go！ 他放进去了，他放进去了。啊，亮亮，哎呀，亮亮差一点。啊！哎，好，成功。现在这个对大鲨鱼来说有点难度，哇！别急，别急，别急，别急！耶！耶！哇！
双方同时抛出，他也同时投，也同时完成，所以是平局。接下来下面的运动员要上场的当然是这边刘伟已经就位了，郑凯上了，谢爆爆的速度，谢谢 Ready Go。 哎呀，可惜！哎呀，没事，加油！耶，加油！漂亮！现在刘伟已经完成了隔空的投篮。哎呀，郑凯，你怎么这么实在？漂亮！刘伟已经完成。我连他的尾灯都没有看见。我都跟你说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耍帅了，你还倒钩什么？你就直接……我觉得郑凯，我反而欣赏他的战略。为什么？因为反正赢不了，至少是帅的。刘伟，你刚才有参加比赛吗？你在哪里？我都没有看到。双方最后决胜局，你们派谁？好，刘伟看奥尼尔，奥尼尔看小雨。那我们派袁弘。那比什么？我们剪第一次就好了。派谁？小子辈吧，小子辈的机会。好，派小猴子。不要紧张。我跟你讲，不要紧张，没什么好紧张的，反正就是凭运气，主要在那儿是凭运气。好，各位请就位，最后的决胜局了，双方都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到底最后的锦囊会花落谁家？朋友们 ，Ready。小雨是第二次上这个赛道，稍微有一点点经验了。小猴子发挥非常的稳定。小雨已经完成了。小猴子完成，现在赶快，加油！现在到最后的，哦，差一点，哎呀，可惜了，出来了。No way. 哎呀，可惜了，出来了，没进。进了吧。No.
好，停一下，停一下，小雨，小雨，小雨，我们停一下。听说刚才进了，我们看一下回放。小猴子的球，小猴子，小猴子，小猴子。神奇的一球，终结者队再拿下一局。好，你们可以去选一个锦囊，去吧。漂亮的 vivo Xplay 6手机，漂亮的倩队长。Hello? Hello? Are you here? How are you? I'm doing fin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love you. He said he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I love Angela, baby. 好，我们拿到了这个上面有鲨鱼汉的手机，我们看看这个非凡锦囊的名字是事半功倍。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正式比赛。我们第七赢了，这是第二期。我跟宋茜，我们两个队长跟冠军经常交手，我们在下面给你们打气，我希望你们五个能够再次创造奇迹。嗯。Listen,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 We lost. So this next game, which is a basketball game, you professional, you professional, I'm professional. You can't lose this game. 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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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着点，稳着点。有了，有了，有了！在我历史的经验来看，有了锦囊必得冠军。对，移动长城我觉得松茜可以上，奥尼尔既然在那个博客上可以这个对你表白，我觉得你还是用你的美人计，这个很重要啊。美人计，对。 Great War， 现在防住防住防住。 Oh yeah， Let me make the first shot. Last shot for you. Me and Xiao Yu get the rebound. You know, for you too big. Okay. They are no block you. You always keep the shooting. We got the rebound to pass you. Yeah. Make sure I get the 13 on the last shot. Yeah. All right. Cool. 1, 2, 3. Peter. 功夫篮球，加油！来拍个照，拍个照，来。1, 2, 3。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到 vivo 来吧冠军第二季第二场的篮球正式比赛。接下来，首先有请到的是，在上周获得胜利，本周信心满满的终结者队，队长蒋乃亮、队长宋茜、袁弘、丁川、郑凯、黄明昊以及唐志忠。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传说中的冠军队，刘晓宇、刘伟、小提罗、欧牛。火药味很足啊！啊，今天火药味非常足，因为在上一期的比赛当中，双方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切磋。那一次呢，我们的终结者队获胜了，而这一次冠军队赌上了自己的荣誉，以及大鲨鱼本人 NBA 的冠军戒指。我相信冠军队这次绝对会使出他们的这个大招。好，让我来宣布一下正式比赛的规则。正式比赛采用半场31分制，冠军队三人对战终结者队三人，球场划分成13个区域，冠军队在每个区域只能得分一次，终结者队则不限制区域，率先达到31分的队伍获胜。球场我们有13个得分区域，加起来一共是31分，分数到10分和20分的时候，裁判会给一次暂停，让大家稍微有所调整。好，规则了解哈，规则了解。终结者队，你们派哪三位？黑白配，黑白配，三个人 ，OK。
Jason 滕志中、小猴子侯明昊以及我们的袁弘。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比赛交给我们的专业裁判，正式比赛开始。石头剪子布吧，石有求全。1, 2, 3. 1, 2, 3. 好，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了先进攻的是终结者队。好，准备。好，比赛正式开始了。哇，这么急啊！重复到过了。哎，我拿篮下，No. 9号位3分。九号区域完成。我们连着进攻吗？交换球权。好，交换球权。这个游戏是有三分的，是吧？是有三分的。这个是这样，游戏是有三分的，然后冠军队是没有罚球的，因为他们只能在指定位置来投篮。射。现在刘晓宇控球。太高了吧！1号位2分。一号位完成。现在冠军队5-0领先。目前为止，我们的终结者队还没有组织起一次有威胁的进攻。Come on！重复到。加油！走这边。走。好。一个很轻松的盖帽。好，袁弘上。二鸟一出手，这边都给跪了啊。大鲨鱼没再客气。袁弘，这个我帮不了你，真的。要用锦囊。好，稍等。终结者队申请使用锦囊。用这个。好，灵魂互换。冠军队的中锋和后卫位置互换，也就是说，奥尼尔不能进入三分区了。Don't go to the paint, to th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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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What's important? 防守准备，你防他。I can go. 好。Shoot! Come on, shoot me. Shoot. 好，在十二的位置。哎，好险！袁弘拿到。给传，好球。好了。唐志忠再一次，又靠！哎，他进来了。奥尼尔偷偷走进去了。奥尼尔偷偷走进去了。哦，掉了。但是 ，I don't know。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他还不习惯这个规则。到他们得分的时候，这个规则就失效了啊。可以。好。现在是好。哎呀，一次传球的失误，现在奥尼尔在外围再次拿到球。13分最难的位置。Nice！ 漂亮！袁弘一次漂亮的上篮。OK， 现在就可以进去了。可以了，灵魂互换的这个锦囊已经失效。谢谢。
刘伟在八号位的一次漂亮的进攻，现在场上比分是7-2。别急。好，哎，还有好，现在很好拿到球。哎呀，今天我觉得终结者队有点紧张。好球！现在场上比分7-4。好了，好。现在场上比分26-0，机会不多。有，速切进球了。13分进篮的位置，防点，这不是足球，按了碰瓷似的防守方法，终结者队第一次领先。防点好得分，现在场上比分6-7。好球。由冠军队来发球 ，Come on shoot， 换防。漂亮！12分的位置，一个3分球，很漂亮。现在场上比分10-6。好，分，双方电视台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还是要干扰，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换人嘛。啊，我们要换人吧。你们谁体力差不多？然后那个川，你们还有上那个凯凯，消耗战，还要找机会。上 ，We try to find a chance to make 13. Yeah, we're gonna shoot and keep rebound, get it back. Okay. Let's go, boys. 加油！攻球必胜。来，我们换人。好，现在我们终结者队换了3批新血，啊，依然有我们的唐志忠带着我们的郑凯和丁川。check 一下，先 check 一下，传给啊，对。哎，那个 ，pass back。调皮的大鲨鱼。好，丁川要单吃。丁川不容易拿到球，刘晓宇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哎呀，中场！哎呦我去！哎，好，球救回来了。好球！终结者队拿到一个2分，现在场上比分8-10。No shack, no shack。哎，进了！2号完成，现在12-8。现在到终结者队的进攻。哎，篮队球，脚踢球。阿尼尔，这不是足球，阿尼尔。他是我见过的打篮球打得最好，同时也是最赖的一个。对，又好又赖，真的是。丁川拿到球。终结者队把比分追到10-12。No shot. Don't post me up.
行，好吧，好吧，好的，好的，输了，输了。一边扑球一边，哇，呦呦呦呦，这个可惜了。郑凯明明感觉已经拿到球了，哎呦，哎呦！现在发明了碰瓷式的这个防守方法，漂亮！哇，哎呀，可惜！哇，进了！现在终结者队把比分追平，场上比分12-12，这是场上第一次的平局。5号位，现在5号位已经不能再用了。暂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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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我们需要用锦囊啊，我们需要用锦囊。暂停。来，出大招，出大招！啊！啊！啊！什么叫长城 ？Great rule！ 怕了吧？怕了吧？ Great rule！ 怕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移动长城。宋茜站在移动长城上进行防守和进攻，冠军队进一个球之后失效。好，我们交给裁判，比赛继续。来吧，我会传给你，你就投进就好了。如果你们没投进，可以给我，我再投进去。倩倩，哎，小心！你怎么那么远？吓死我了！出界，后发球。啊，一定要防好，因为他们只要一进球，这个移动长城就失效了。倩倩，防好奥尼尔，防好奥尼尔。倩倩，防好奥尼尔。哇！现在这是活久见，我们看到宋茜盖了大鲨鱼的一个帽，盖了。哇哇哇哇哇！好球！呀！宋茜进球了。14-14，再一次拉成平局。You gonna make it? Yeah, this one you make the make the shot. Yeah, go ahead. Okay. 倩倩，防住！有点领，两分算。好，什么意思啊？干扰球，球下降是不能触碰的，往上飞的时候可以盖帽。什么叫下降的时候不能？就球往下落的时候是不能盖帽的。哦。哇！好，那么冠军队得分成功了，现在这个锦囊失效。抱起来了，开心。三号区2分算，来，我们换人。唐志忠休息一下，袁弘尚，加油！现在比赛继续。
回去，回去，好球，回去，回去，好球，好球，好球，漂亮！终结者队一次很漂亮的配合。现在场上比分再一次平局16-16，继续比赛。终结者队第一次领先，18-16。10号位冠军队再次领先。double dribble 两次运球，球两次触地。咱就不能耍帅吗？先别耍帅了。冠军队再一次组织进攻。哇，漂亮！哇，现在6号位也已经完成了。好，21-18。暂停。暂停，休息一下，别着急。哎，春儿打得非常好，你就保持手感。我们现在还有体能，事半功倍的话，你们一定要罚三分的话就是6。So now we focus on the 13. Let me make the first shot. Last shot for you. Me and Xiao Yu get the rebound. You know, for you too big. Okay. They are no block you. You always keep the shooting. We got the rebound to pass you. Yeah. Make sure I get the 13 on the last shot. Yeah. Make the 13. That's all. The rest is easy.就只有一次出手机会。反正你也听不懂。奥尼尔就靠你了，听见没有？OK， 奥尼尔交给我。来，加油，去享受这场比赛吧。人生中没有多少次机会能跟所有的冠军在一起比赛，好吧？功夫篮球，加油！加油！好，现在暂停时间到，继续比赛。终结者队是18-21落后，而冠军队还有4个位置要打，分别是7号、4号、11号和难度最高的13号。可以上。现在郑凯切入。有了。哎呦！完全没有篮板，拿到了。有效，这一跪就有效，可以，这一跪就有效，下次试试看三个一起跪。唐志忠拿到球，投了，Jason。奥尼尔得到篮板球，现在把球传给刘晓宇。又奏效了，高啊！来，我们换人。唐志忠休息一下，袁弘上。加油，袁弘！你没进攻啊？啊，是吗？守好那3个点，你来给我。7号点。好，在13号位。
不给他投，不给他投。再一次，再一次，罚我！他进来抢篮板了，跟着他。不给他七号。十三分最难的位置。不给他投，不给他投。好，来，阿杰。十三号区，非常漂亮。王姐终于在十三号位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远投。奥尼尔自己把十三号位撕掉。别收钱。You're number 13 now. Good number. Lucky boy. 加油，奥尼尔！场上比分是24-18，冠军队还有三个位置要打。没关系，还有机会，还有三个点。单打他。哎，你接球单打。手。漂亮！小猎豹出手了，现在场上比分追到20-24，三个点，你就站那个点就好了。好板，传出来。Good pass。投。进了。好球！终结者队把握住了机会，因为冠军队现在能够进攻的点不多，场上比分22-24。在11号位，哎，出界，中圈发球。非常漂亮，把比分又再次追平，24-24。好棒！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七号位，不要给他出手机会。四号位完成了，现在场上比分变成26-24。来，我们换人。我休息，非常棒。来，一号。好，现在洪明浩上了。奥尼尔来了。奥尼尔来。现在七号点站着一位运动员，但是是终结者队的洪明浩。哎。OK， 好球，打出来。加油！有了！漂亮！现在场上比分26-26。我们现在要用锦囊。好，稍等。我们现在用最后一个锦囊，叫做事半功倍。下一次的进攻当中，只要终结者队可以得分的话，得分翻倍；但是如果冠军队得分的话，那这个锦囊就没有用了，就失效了。了解哈？只有一个球的机会，这次你们是最棒的，真的。好 ，Let's go！ 哎，我们防点球。不给他走。好球！别急，不要慌，三分，
三分就赢了。逃逃逃！不急不急，给给给，三分三分，快找机会找机会，没关系不急，没有进攻时间。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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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边就改改改，空了投。没关系，再倒再倒再倒。找一个最舒服的，找一个最舒服的。别急别急，拉开拉开拉开。Jason Jason， 三分三分。太难了，现在冠军队。Jason 加油 ，Jason 控球。好了，好。锦囊已经失效了，已经失效了，还没用上呢。继续比赛。哎，没事没事没事。小猴子。哦，高，冠军队球。Don't say that. 非常漂亮，在十一号位特别准确。Hey, you already on our back? You already on our back? Cool. Number 11, Shaquille O'Neal. 大鲨鱼宛如一个英雄，身上贴满了勋章。他是靶子吗？贴身上了。宋天说：“这是靶子吗？”心疼的。Let's go, baby. 比赛继续，26-29，现在只剩最后一个点了。别急，终结者队机会不多，但是有。漂亮，漂亮。终结队把比分追上来，28-29。冠军队还需要拿下七号位。防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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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最后的七号位。shoot it shoot it。shoot。Yeah, keep shooting。有人抢靶啊！我敢说。兄弟兄弟今天大鲨鱼立下汗马功劳，拿下了最后一个位置，七号。好笑好笑好笑 ！That was a nice shot， 那很难投哎。You're great。必须要说我们的终结者队虽败犹荣，虽败犹荣。非常厉害，非常来，来来来，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非常棒，非常棒。首先，我们感谢终结者队很辛苦。同时要祝贺我们的冠军队。啊，好，给你给你给你，都是你的。哦耶。OK, OK, OK.
好奇怪，这个戒指怎么又到了我的手上？好，我们再一次感谢今天我们的三位冠军，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拿下了比赛，同时也要祝贺我们的终结者队在冠军面前比赛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水平，厉害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在我们的冠军墙上留下你们的手印，加大版哦。今天对于很多我们终结者队的运动员来讲是个圆梦的日子，可以跟心中的偶像一起同场切磋，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跟奥尼尔一起，那是多少篮球运动员多少球迷的一个梦想，这是真的是一生当中特别难得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吹一辈子，真的 My opponents were very stronger than I thought. The young Justin Bieber kid, he was good. Jason was good. All the opponents were very, very strong.They gave us a tough run, but that last game, I had to just dig down and the shot came alive. 因为篮球，我们大家走在了一起，你不是一个人。篮球告诉我们怎样团队合作，这种精神是我们一直要传承下去的。最后用我们的 vivo X6手机来合影。感谢大家，下期的 vivo 篮网冠军不见不散。I was so lucky to play with you. 要介绍的这个项目，斯诺克。我的命运都在你手上了。舞库。This is very difficult. 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新浪微博、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新浪体育、搜狐体育、网易体育、虎扑体育、人民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粉丝网、大公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一点资讯、拉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手机百度、百度贴吧、百度百科、兴趣部落、QQ 音乐、酷我音乐、美拍小花秀、秒拍蜻蜓 FM、天籁 K 歌、快手、滴滴出行、搜狗输入法、印、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还对本栏目的大。来吧，冠军！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冠军。